情提示：大家运动了这么久，想必有了很多自己的运动小心得。之前呢，都是伴伴给大家运动提示。今天在七夕这么重要的日子，噔噔，伴伴请来了陆 boss 给大家分享运动心得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陆环。大家在运动的同时呢，也要注意补充营养。